是我们平常比如说念头一起来了，然后马上再回到当下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来控制自己吗？可以，不是控制，就是静下来，先多想，然后不定义，从不定义开始，黑白善恶先不定义，但这只限于你修正啊，不是让你做人分别善恶啊，做人世上再说了，那种分别感觉就是本能的，他把所以才黑修与嘛，你白。要直接连本能都破了，你直接成佛了是吗？因为你本能都破不了，才要修正嘛，才要有定力嘛。本能的是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你在那儿，所以才有本能嘛，我执未净嘛。这个四大不空嘛，所以有个本能反应嘛。你空了，哪有本能啊？啊，都是他，都是别人的事啊。先空就自己，感觉再空万法。在就是做人，作为人来讲，怎么做都是苦。也是，佛这样说的，这是苦海嘛。自己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苦，但是看人家怎么都那么苦啊。这是福报来的，知道吗？当你吃饱穿暖了，感觉到自己苦，这正好学佛，否则你怎么为什么要学佛呢？因为感觉到自己苦，我要离苦得乐啊，我要自在啊，所以这才学了佛了嘛。你要说怎么做都很快乐，不一定学佛的哦。从学佛那天起，这都是福报了，因为你感觉苦嘛。有的人都不感觉了，麻木了，而且有的人觉得不苦啊，他苦也愿意在这世界啊。对，有的时候看别人，哎，他挺乐的，怎么就是苦对，正直解，那学佛可以解脱，怎么做也乐，是吧？可以解脱到这个，继续啊。因为自己年龄也大了，就觉得看了比自己年龄更大的，尤其是那些老人，那个身体腿脚不太方便的，哎呀，这怎么能解脱呀？这样都到这个年龄还没有接触佛我法。们腿脚可以老，可以没有价值，或者是觉得，但是我们的心不会老啊。我们的心可以没有苦相，没有乐。小佛说，你从不着相开始啊，不要认为这就是苦，那就是乐，不要先平静下来，先安静安心，知道吧？从这儿开始解脱，就说你不苦不乐，先静，你不要苦，这叫乐，这叫苦，你先保持平静宁静，从这儿开始解脱。身体这个生老病死或者成住坏苦，这个我们避免不了。你是个人，总会老的嘛，总会坏的嘛。但是心里边不能有病啊，心不能苦乐，还要多出来走走。大家就是我觉得修行也是经常游泳一下。出去了解一下，拥有一下，我觉得有帮助。你看，佛是让我们最起码看三界六道，就是他在这三界六道之外看问题，而且他探讨问题都是三世，最低三世，他不是只是爱一世的。过去现在因为这样探因果嘛，探讨因果就方便嘛，三世十方，所以他不是站在你这一辈子的角度看问题的，所以他轻松啊，他三世十方都什么都他都不在乎。所以他就视野开阔了嘛。我们要看在这一辈子的角度，而且就过去几十年的角度，然后过去几十年还只看你家的角度，还只看你中国，你那个民族，然后你家的你，那你就憋屈死了。那怎么能出来呢？那死死的困住你这些认知。但是你说看宇宙、看太空、看星球，然后看自己，哇，你多自在啊！你在地球上，你看坐着，是吧？然后你看又可以在地球上转悠，高山大海，哇，地球上这也有，我哪也去一下，转悠转悠，走走，哎，碰见不同的众生、不同的人类，聊聊天啊什么的都挺好啊，是吧？也有这生活的苦的，有生活的不苦的，人家也有好的，也有比我快乐的，也有比我苦的，那不外乎就是我生生世世的样子呗。一生生世世不就是有时候苦，有时候乐呗，六道转悠呗。但是。苦不苦在于众生的认知了，是吧？有的人比你好，但是他也苦啊；有的人比你差，他也苦啊。在于自己的认知了。有的人很好，你觉得他什么都有，他也苦啊。有些人说，老师，我苦是因为我没钱；有的说，老师，我苦是因为我一个人，我没有，我失恋了。那有的人也结婚了，为什么也苦啊？有的人有钱也苦啊，是吧？不是，原因不在这儿。有的人过着你想要的日子，他们也活得不开心啊。是吧？你努力了半天，达到他们那样的时候，你就开心了，也不一定。你的愿望是无止境的。